超七棒大战来到第三关，极限人脉 PK。小鹿跟小杰可以说是动员毕生的人脉，为了知道对方说出一个帅字，在电话不多请逃人出去后，两人以3-3战成敌手。现在动辄大乱落在阿杰手上了，到底谁胜一票，他会投给谁呢？阿姐，你说真的，发自内心。基本上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都蛮帅的。客套话就不用了。客套话。如果我是女生的话，你看看哦，现在这个比数，然后你平常跟谁交情比较好？对，谁有照顾过你？谁常常揍你？有没有欺压你？你都可以把它算在评分的标准。阿姐，算你跟我便宜。我就真的要讲，小姐真的对我很好，对不对？真的不好意思。给他一票吧。耶！谁啊？你是小鹿啊？给小鹿。哦，我超有梗的，阿姐，你超有梗的，好厉害！阿姐，你好好笑哦，阿姐好笑，你超有梗。阿姐不是我爱吓唬你，得罪学长。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啊，下课可是被拖到厕所盖布袋的，还是少自己一个人行动啊。来，下一个我们看看是什么主题。每队各找两位进行。默契考验，好选两位哦。我觉得有两位啦，就是那年龄差距最大的。老总，忘年之交，对，一个天一个地的才一个负责。我告诉你，他在念高中的时候，他才刚出生啊。自己讲，好现实啊。我已经逃兵了43年了。这里阿本跟最幼稚的自己3年了，有默契，有默契，有默契。陶弟跟阿本，好，来，出来这边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这边也有啊。我们祖孙情，要拼就拼最猛的。谁跟谁？敖犬派出年纪最大跟年纪最小的。自己讲，自己讲。跟王子是。对。好，来。祖孙情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？真的，阿伟。老少配配老少配，对不对？非常好，来，那怎么样的默契考验？我们看一下。哦，有双人合唱，默契，还有我们就对了。那你要带来什么歌曲？敖犬，我们最近点的哪一首？好，光良的勇气，光良的勇气。那这边呢？想一下啊，主打歌，主打歌上那首《好朋友》，志祥。好，那这组先了，好不好？来。Here we go， 勇气，有熊来，真的，他们两个，他们第一次在节目上合唱吧？他们两位，要去干嘛？阿公牵猪，没有，阿公牵猪是情侣。爷爷，我要买玩具啊！祖孙情，我的天哪，这画面，是大帽美国。终于过了这个节骨眼，我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愿意要的肯定，我愿意你天涯海角的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着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，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很少勇气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要喊 yes 贝的来一首《忘年的情》的对唱，果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。不过两位祖孙情呐，还是令人感动呢。你看有心结，然后唱完就分开了，对，马上分开，一时失禁痛，对啊。这默契的部分其实还蛮整齐的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跟 Keyboard 老师默契也不错，十个音差不多 ending 了。来来来，那这边换你们两位，好朋友高亢的好朋友。